我觉得每一个单板滑手，在比赛每一刻，比赛那一刻没结束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会放弃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最好。然后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开心，能够获得这枚银牌，然后在自己的祖国、自己的家门口，和我从小到大的偶像一起站在领奖台上，这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神奇的一种感觉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好，因为在我17岁之前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。当然，我想对所有热爱单板滑雪的人说，其实享受单板滑雪快乐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我们今天在参加奥运会，还是平时一起拍东西或者一起滑雪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单板滑雪的这份快乐。希望大家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尝试你想尝试的东西，因为努力永远不会欺骗人。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标，那就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你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。